哎，你这老疯婆子，站住！你站住！你停下来！停下来！哎，你这老疯婆子，你停下来！哎，你停下来！媳妇儿开着赵老大那个铲车走了，上哪儿了？上哪儿？哎，哥，你等会儿啊！哎，哥，看那样儿像往于永水他家走了。打好了吗？哎呀，新址我看了啊，不错，宽敞明亮，比咱们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强多了。干完了，吴家，你这工作方式和政所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啊。理念不同，工作方式肯定不一样。哦，那政所走了以后，你就打算这么干啊？不是从他走，是从现在就开始。哦。那我们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我也不想跟他唱对台戏啊，没办法，旧的总是要抛弃的。政所啊，哎，齐敏，他不在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水部那边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政所。水库报警，赵老大的挖沟机让人给偷了。我去开车啊。喂，哎，开什么车？我这没修好，一块上来一块走了。来，挖沟机怎么在那儿偷走了？媳妇真把铲车开他们家来了，开回来了，嘿嘿嘿，开回来好，开回来好。郑鲁生跟西来那个来了，不是你这不是废话吗？
那都是我意料之中啊，意料之中啊。行行，我等着你啊。嗯，好。啊，行，好了。张玉，把钥匙给我。张玉啊，李张玉，你李张玉，你等一下。来来来，把门开开，来。张玉啊，来，你把门开开，来，快，把门开开，来。咋的？干啥呀？啥干啥？你看你这么大火气干什么？你把赵老大那车你开回来干啥呀？啊，那么大铁玩意儿你。你回来能吃能喝呀、啊？那个，还是在院子里准备挖沟啊？我不这样能行吗？我跟他好好说话，他也不搭理我呀。现在跟人屁股后边住。行了，你少废话，把车钥匙给我。啊，李山玉，你赶紧把车钥匙还给赵老大啊！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这车就是人赵老大的，啊，你赶紧还给人家。现在还来得及。赵老大如果不起诉你啊，我们也就不起诉你，好不好？你听听呗，啊，这法律在，警察在。你还敢抢啊？还反了你了！把钥匙给我。啥这个那个的，你少吓唬我，我就不给你，你咋地吧？你别这么说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再不给，我们要强制执行的。咋的了这是啊？啊？车都开了，你看看啊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我告诉你，李长玉，你要是不想丢人现眼，你就把车钥匙给我。我呢，我也不追究你了。赵老大呀，我死都不怕，我还怕丢人呢。你看这，别冲动！哎！爹！啊！河口村，河口村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啥事了？李长玉咋的了？服毒自尽了。这大事你都磕巴的，赶紧车开走。走！别行，这事你得管呐、啊！管这不管吗？没有，我不抢。你没人，你喝，你准备啊！那个谁，李志宝，这个谁，那个何一平家是不是离这不远？挺近呐、啊。哎，我说正所，你对河口村比我还熟呢。是，不是你咋？他们家是不是有养了一个什么外国奶牛啊？对呀、那不以前你就知道吗？叫玛丽哈。对呀，不是你想问啥呀？我是母牛吧哈，母牛啊，母牛就行，母牛能下奶哈。这母牛能不下奶？安静，这能下奶就行。这样啊，这个魏玲、吴教授你们去接一点奶来，弄一点那个花几块钱买。让我想想，好像不行，那点奶可能不够，搞一大桶吧，给我搞一大桶那个牛奶来啊。明白。然后那个他家有鸡是不是？有啊。有鸡也行啊，母鸡哈、啊，母鸡能下蛋的哈、啊。他家的母鸡不能下蛋，能光会打鸣。这什么话呢？什么打鸣？这不，他说你别过来啊！不是我，不是。行，放着，我不抢你那个。没有，我这再是，我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哈。好，能下蛋就行，一块去了啊。给我弄几个鸡蛋来啊。你要鸡蛋干啥呀，郑所？不是我有用啊，那个鸡蛋，你把那个给我分成两份。
啊，我不要那个蛋黄，我要蛋清。你单给我留着，如果有重要的用途。先把案子处理完，你再说炒菜的事，行不行？是，我这就知道。行，大家肯定有个疑问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？我准备这个牛奶和这个鸡蛋清呢，哈，是这样啊，因为别过来，啊，过来我就喝了。不是，我不碰，不碰，不要，不抢，不抢啊。李长玉啊，手上拿这个洁厕灵啊，这玩意儿啊，这玩意儿它化学成分，化学成分里面含一个什么什么叫什么？盐酸。对，盐酸。盐酸是一般用什么的？这个东西，你马桶啊，然后这个瓷砖啊，瓷砖墙壁啊，那是个好东西啊，它清洁的作用。但是它要喝到肚子里，那就因为它就有腐蚀性啊。你看他里面常玉，他拿这个，他几次要他从这儿口腔进去，喝进之后，然后嗓子眼儿，然后什么什么这肝脏啊，什么这个哎肺，然后这一直到这个胃这儿，那家人因为咱是血肉之躯嘛哈。这是李长玉也是血肉之躯啊，他不像那个什么马桶啊、瓷砖什么的，那喝进去完了，因为烧嘛，是吧哈？这肯定烧，所以乱七八糟。向中生，你少吓唬我啊！我死都不怕，我怕这个呀？不是，我说不是说那个什么。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站着说话。放下，行行，好啊！我没有吓唬你，我知道你想死，你现在你死的决心特别大啊！我们想拦也拦不住，我是在准备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关键你喝进去，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啊，他是。痛苦，然后挣扎又蹬腿，所以我就想到为什么让他们整那个牛奶和鸡蛋清呢？他一搅和一喝完之后能舒服一点。哎，另外别忘了赶紧去给那个医院，准备救护车120啊，随。哎呀，我就不知道怕他来不及，你知道吗？到这之后就你喝没事，你喝没事，你现在喝也行，或者你等一会儿也行，就是我怕有个应急预案，别太痛苦了啊，在这蹬腿什么的，哎，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张总上，你少少花我肠子，要喝你喝。啥牛奶蛋清的？来，你看看你们，你看这个东西，我也不能喝呀，我傻呀，我喝它这玩意儿喝多了不，我肠子不要了。现在能解决问题了吧？哈，刚才啊，大家伙都听见了，赵老大说这就是个小事儿。但李长玉说不是，他说这是天大的事儿，那我们就按这个天大的事儿来，很严肃的、认真的去解决这个事儿，行吗？行。好，我就来这个调解这个纠纷，就因为刚才你拿那个东西，你这下午要不早就是这样就谈聊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那谁，李志宝，你可以通知其他村民啊。大家伙有时间都过来，可以旁听一下，好看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事儿。好了，我通知。好。哎，太爽。你叫那么多人干嘛呀？还嫌不够乱呢？不是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，索性就来一个普法教育课了。我的这个想法还真是受你启发呢啊。